这条小鱼被大爷压出来了哈，这是活蹦乱跳的，其实哈，这现在消停了一会儿。看看小鱼了没有？哎，这个蛏王，这个蛏王，大爷，这个蛏王，这里这里，啊，这个蛏王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压完之后那个蛏王下去了哈。是哈，大爷哈，啊，大爷在前面拿着绿帚压，我看到了啊。然后大家就把那个水给它堵在外边就行了，慢慢开始挖。这个东西不能急了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给大家说一下哈。啊，那个小鱼铲鱼。这光见着头啊！对，这边沙多，沙越给大家说一下，沙越多的地方越好吃哈，泥越多的地方越不好吃哈，有股泥腥味儿。上了，不是很大哈，不是很大哈，但是成功了，成功就很好哈。哪个？我没看到，大家就看到了。看看哈，大家眼神好，我没看清啊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啊！大家挖出来我才看到的。这边比较软啊，所以大家挖出来比较省事啊，省力气。最后这一下很重要，就是这边还软，沙子多软点，上来，大家再把那个嘴给它剪上来，嘴也是肉哈。这肉太肥了，大爷，弄多少了？啊，就弄这么点。